大家好，我是 Rex， 今天要说的故事接续上集，我说小班的恋爱史里面的主线内容，也就是关于魔球内的时空钥匙。那我们开始吧。今天小班不顾一切关掉手机和手表连线功能，为的就是晚上狂暴相扑游戏，因为这是小班几个星期以来的唯一一次休息。但是突然传说来了 Ben23 和他的阿兹米斯，但是沾上了恶烂的东西之后便不爽的离开。而 Ben23 解释，原本他和阿兹米斯在处理萝卜怪，原本阿兹米斯在怪物的体内想要用机器让怪物改变心智变成好人，但是自己嫌时间太长就变成土土怪，把怪物吞了下去再把阿兹米斯吐了出来，所以他很生气，并把 Ben23 算过来要他向 Ben10 学习，而 Ben10 就承担下导师的责任。之后小班们就一起打电动，但是突然接到陆克的紧急通知，原来是沙朵拉他们。虽然 Ben23 不情愿，但是为了阻止他们偷走东西， Ben10 决定独自前往，但是因为变身胖胖鱼，所以只好拜托 Ben23 带他一起前往现场。之后 Ben23 因为周边没有摄影机拍自己，所以感到毫无动力，因此被打爆。 Ben10 说，现在我来教你要变身有金钟罩的英雄，但是变身异形怪打脸自己，不过还是玩得很溜。只不过沙朵拉还算有脑袋，知道要攻击异形怪的重力控制技，因此异形怪爆炸粘液到处乱喷。之后 Ben23 和陆克前来关系，但是 Ben23 看到外星人就有敌意的习惯还是没改善，所以 Ben10 说安娜都是自己人。只不过 Ben23 表示啊，我所谓的导师让坏蛋跑走了。而陆克认为 Ben10 当导师非常好笑，但是不怕。 Ben10 表示，你们两个都要学会尊重最伟大的英雄，我是故意的。你们发现粘液都变成了脚印吗？我们就能追踪到敌人老巢，那算什么啊？你不就是运气好吗？陆克说，小班他说的没错。是谁的粘液呀？你的。那还不赶快追踪脚印？沙朵拉说，魔多狼我们拿回了银剑了，而同时他们还有足够厉害的技师，而他就是神经蟹博士。他表示银河系最聪明的天才沦落为一个小小技师。银河系最伟大的天才是阿兹米斯，不论在任何另类象限或时空中，他都聪明到不会变邪恶，所以我只好找第二聪明的来。神经蟹只是反驳，天底下不会有人聪明到不会变坏。之后两位小班们终于来到此地，要与反派们一战。而魔多狼立刻理解现在的状况，也就是有一位小班是来自不同的象限，必说出了，我记得是第23象限吧。之后 Ben10 仔细看着魔多狼，然后说，我不知道你是谁啦，你这个破破烂烂的时钟王怪，不过只要你跟神经蟹博士一伙，代表跟我一起呛人，英雄登场。而 Ben10 又来了一把，他变身完蛋，让完蛋，立刻让他们完蛋。而虽然很弱，但是耐打也算是唯一的优点，因此叫 Ben23 把他射过去摩西窟窿的那边，没错，就是那根超大的脚炮，成功击败敌人，却也意外造成魔多狼的克伦纳齿轮启动了。转眼间，小班们来到了一个沙漠世界，而一看到眼前的彩罐 ，Ben10 立刻觉得完了，他们毁了贝尔斯，所以大叫又难过。但是 Ben23 马上说：“哦，我叫个鬼啊，反正又不是我的贝尔斯。”而突然帕玛出现了， Ben10 立刻道歉，希望他不要生气。但是帕玛说，我怎么可能是田小班大人的气呢？您让我的商店可是生意兴隆呢。你是指贝尔士？您太谦虚了，田大人。之后小班们狂喝一堆水，变成了肚子超大的样子。而突然有人赶快开车过来，他就是陆克。但是他看见小班的时候，马上跪下来猛虎落地式疯狂道歉，对不起，不要惩罚我，田小班大人。起来啦，傻瓜，那不是他。之后这位陆克就马上生气的说他们是冒牌货，他们就开车走人了。虽然现在不懂这个状况，但是绝不能让坏蛋逃走。 Ben23 只好说你说了算，导师。之后两人来到了某个挖掘区域，不仅要求他们不停的工作挖掘，而且看到 Ben10 的脸就跪了下来，称他是伟大的田小班，请不要惩罚我们，因为还没有找到钥匙。那一定不是真的钥匙，太直白了。而之后为了救人，小班们再次变身，而陆克也来帮忙移动挖掘机，但是仍然说小班们在作乱。而现在他们的老大登场了，而他就是 Mad Ben。 而 Ben10 提醒 Ben23， 他就是帮助魔甲士的邪恶小班之一，虽然被击败了，但是现在好小班们可是在 Mad Ben 的世界，由他主宰，而这也就是小班士。之后变身钻石战神抓住他们，但是脑袋真的不好，把他们丢出去让他们变身。哦，说错了，没有他们。Ben10 没有反应快到能直接在空中变身，拜托给我神力暴龙，拜托给我神力暴龙，然后变身灵晶怪。所以 Ben23 只好掩护 Ben10， 让他赶快去造机器，自己就跟 Mad Ben 单挑。虽然 Ben23 的速度较快，因此 Mad Ben 很难射到他，但是利用提前设置路障，直接让 Ben23 跌倒。好险 Ben10 终于造出武器拯救了 Ben23， 但是这也是一下子而已。
Mad Ben 根本没有受伤，而且变身时间也结束了。好的，小班们就变回人类了。真可悲啊！跟我比，你才可悲啦！提醒我要怎么教你呛人啊？干得好，我的小喽啰们！我感受到钥匙就在附近了，我很快就能再次成型。而原来上次的时空之钥只是零件的一部分，现在魔多狼只要再夺回头上钥匙，就能重获超能力啊！哈，那是真的钥匙哎！你真是史上最烂的导师。错，他才烂！不准对魔多狼无礼！他教我所知的一切，我亏欠他跟一名神武的魔甲师。原来担任导师的责任这么重大、啊！第一课，你不想沦落到变成他这样子吧？是第三课才对哦！你想沦落成这样也办不到啦！因为成功激怒 Mad Ben， 他气到打爆了用来困住好小班们的钻石，而 Ben Ten 变身时钟王把 Mad Ben 的时间回到变身前，但是撑不了多久。为了抢先一步夺走魔多狼的钥匙 ，Ben Ten 提议 Ben 23变身变形怪强化自己。你说科技泡泡啊？而合体后的时钟王速度和力量大增，而且还能使用砖头，并使用自己的感官找到钥匙的位置。之后，时钟王与摩西骷髅展开对战，而现在的时钟王力气大增，直接把摩西骷髅丢了出去。但是沙斗王用隐形拿走了钥匙，所以时钟王射出了多重光束攻击，却意外把钥匙射到 Mad Ben 旁边。而他也把钥匙交给魔多狼，成功让魔多狼获得了原本的力量。而他马上翻脸不认人，要给神经蟹博士的酬劳就是返老还童。但是意外射到妹的河轮，让他变成了婴儿。神经蟹只好赶快逃走。打柴时钟的时间到了，而魔多狼也下来应战。双方第一次战斗就是对波，两人的强力射线互不相让吗？魔多狼直接射爆了时钟王，并冻结了手表的时间，让两个人都没办法变身了。而魔多狼离开前，让 Mad Ben 随意处理。现在他只想重启时空大战，而 Mad 恶爆蛙就展开了攻势。醒来之后 ，Ben Ten 和 Ben 23以及神经蟹变成了被奴役的工人之一。而神经蟹表示愿意为他们修好手表，但是现在为了活命只好做苦工。而小班看到 Mad 怕麻，对其他奴隶很坏，水就在地上要他们喝脏水。所以 Ben Ten 很凶的说：“你最好不要让我堵到。”让 Mad 怕麻吓到摔下去。奴隶直接抢水桶喝，而 Mad 的路客看到他们，马上过去要攻击 Ben Ten， 于是说。在我的世界，你跟我是搭档，你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正直的一个。你在这里选错边站了。而就在他们讲话的同时，神经蟹偷到了能够解开手铐的钥匙，便在晚上偷车子后成功离去，也找到了一处可以休息的地方。而 Ben 23觉得这里超恶，还有老鼠，超不卫生。而 Ben 10只是说，以前爷爷教过我，去露营玩就要把那边东西清理干净。除了回家以外，我们还要顺便拯救这个世界。同时 ，Mad Ben 对 Mad 路克的失责感到愤怒。魔多狼竟然黑吃黑，我们说好一起统治宇宙的。妹的路克说，可是他走了，我们不必再挖了，这里还有很多宝物，魔多狼应该会留下来抢走他们。你自以为比我聪明啊，是吗？我们现在是兄弟了吗？不，大王，我们不是兄弟，对不起大王。叫他们挖，快！对不起大王，我马上去，你是最强大的大王，只在这个世界。之后，神经蟹修好了手表，但是并不完全修好。虽然能够变身，但是却是 Ben Ten 帮 Ben 23选择英雄变身，后者也是用同样的方法。所以，这让 Ben 23在思考变身什么才能回去时，小班按下自己的手表，让 Ben 23变回来。我怎么说啦？知道啦，你受不了在这个另类象限沙野的分身，那可能就是阿兹米斯要我教导你最宝贵的一课了。好吧，跟他说我们做了，我们真的去做怎么样？快走！之后，两人合力要去解放被奴役的人们，变身冰冰鬼和大眼怪，打倒那些士兵和妹的路克后，再变身积木星和千手霸，打爆水库，让人们能够喝到水。而 Ben Ten 也解开了人们的脚铐，并开始了一场演讲，希望能够激励人心，让他们被奴役的心燃起反抗的斗志。而就在这时 ，Mad Ben 终于登场，大傻瓜，我就不能放着你不管是吗？我会将功赎罪的。之后 ，Mad 和钢军开始攻击人们，暴虎和闪电怪赶紧前往与 Mad 和钢军对战，但是他马上变身 Mad 超巨人，靠着体型压制好小班们，让他们只能不断的逃跑，甚至把挖掘机给打爆。之后，暴虎跳到他身上攻击，却没有任何用处，闪电怪只好用电击掩护他后，赶快带走被打爆的暴虎，并逃到建筑物后面讨论该怎么办。让我变身极为人，就是很小的那只。哦，你说一咪咪啊？
之后极为人进入 Mad 超巨人脑袋里攻击，让他产生晕眩想吐的感觉，成功击败了 Mad Ben。 之后 Mad Ben 要求自己的副官陆克解决那些疯子，但是 Mad 陆克把手铐套在 Mad Ben 身上，并说出他认为 Mad Ben 没有资格统治这个世界，没有了手表他就只是个小混混。而陆克就这样成为了剩下来的人们他们的指挥官，而他决定要以正义之道维护世界。之后小班们决定变身回去原本的世界，但是无法变身了。此时出现了神经线，原来他偷偷设置的程序让小班们无法变身，而且有可能还会自爆，为了就是统治这个世界，并顺便打造多元象限穿梭机。因此两人同时变身小骑兵或智慧娃，互相修改对方的手表，只在瞬间解决了手表的问题。我竟然连断垣残壁都征服不了。之后小班把神经线交给 Mad Luke， 让他把神经线关在 Mad Ben 旁边的牢房，而 Ben Ten 也鼓励 Luke 他会变成很棒的和平捍卫者，然后提醒他如果想要看起来更有威严一点，讲话要更清楚，不要结巴。谢了，我会考虑看看。之后两人变身并合体强化时钟王，但是并没有像魔多郎那样离开这个世界。好险突然出现霍布星星教授的穿越次元雪泥大王。太棒了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。我看到你真是开心的不得了耶。我和霍布星星教授找全部已知的宇宙象限来找你，还有找你这个另类象限空间分身。哇，他讲话真的乱清楚的耶。对了，你在贝尔斯拜我为师学到什么宝贵的课程了吗？那还用说，不要去露营啊。哎，错，再猜看看。两天没打电动就像一年没打。错。好啦好啦，要让自己有资格戴上英雄手表，就要让宇宙世界变得更好。那还真是宝贵的一课啊。对啊，虽然我想的是不要去找阿兹米斯算账啦，不过他说的更优，我很会教小朋友对吧？ OK， 这次的故事就在这里。 Mad Ben 会学坏其实都是有坏的导师的缘故啦，就能知道导师在人生的重要性。同时他也没有马克爷爷来带领他往好的方向，因为所有世界的阿兹米斯都是好人，他不可能让手表给一个坏人啦。所以 Mad Ben 遇到魔甲师和魔多郎后成为了反派，并被他们训练，并统治这个世界，成为他们的傀儡指挥官，打从心底认同他们所教的一切。只可惜 Mad Ben 只不过是弃子，而他那易怒的个性也造成民众的反弹，甚至让自己的副官陆克感到厌恶。原本陆克是打从心底崇拜 Mad Ben， 但是后来的种种事迹让陆克看见了田小班大王的真面目，只不过是残暴嗜血的恶棍，而不是英明的统治者。幻想破灭的当下，以及遇到 Ben Ten， 他才发现另外一个世界的自己竟然是能够跟大王互称兄弟的存在，但在 Mad Ben 的心里，自己没有同样的地位。终于在觉醒了良知之后，他就决定背叛 Mad Ben。虽然没有主世界陆克那样聪明有感，但是相信在 Ben Ten 的影响下，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。那我是 Rex， 喜欢可以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